录也要看到路的走道。我觉得适合有路的走道，就是要那种有土露出来的，他们身体是土色啊，就一看还以为是那个块土，结果是一只鹿。嗯，我们就要超越贡多拉啦。高一点，高一点点而已。嗯，就山顶了，第一次到达托马鲁山顶。有没有到顶？我不知道，是缆车最高的地方。不啊不啊，还有三个柱柱。哦，这里。那我们就山羊切到贡多拉镇。啊？那干嘛上啊？不是啊，我要看一下有什么路啊。我记得上面下来就是这堆树还是怎样？确认路是怎么走，肯定是红线或黑线，不然以前我们就早就上来了。这里切啊，很开阔啊，切切。终极，这里有线，沿着山脊走的一条红线，蓝线就是红线，可惜看不到风景了。山脊线应该可以看到背后，风景应该不错。拉一下右脚，可以紧一个。一咻！好的哟。接回去就是刚刚的绿线。嘿呀。蛮长的哦，回来了吗？对啊，因为那里会是那个 No Gravity 的啊。不是，这是 No Gravity 的上半段，我们还没有接到贡多拉那边。不是 ，No Gravity 是从这里出发，然后又横过那个绿线，又一路往下，都是，就是都走这里下去，对不对？好了。
那里那里，绿线在那，这里河流。走了走了。回来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那就去那个罗曼斯切尔。再拍一张，应该是可以，要吗？这一直切切切就切完了吧？大概位置跳跳兔，好位。厚度只有十公分吧，但是下面好像硬硬的，因为昨天是失血，所以就慢慢切，不要速度太快就好了。右边有压过，左边没压过。好像靠近棒棒那边还是压过的好雪，
不是，我小时候选那条路，后来发现那个是车车走的路，所以不是很快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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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穿这个衣服的是学校的吗？这边他们只有出现在这边。那这次我们不会去做 Hello Nippon。强风才会只开它，然后你到处试图爬这一小块，爬了一公尺还两公尺就不行了。暴风雪，暴风雪。那个出口还是这？什么出口？有啊，那个小椅子刚已经出口了。是吗？不是在上面？不，没有没有，那已经是上面，那叫上面了。以前这里常路过。
那里有开耶，可以下，那里。真的可以下吗？真的可以啊，要吗？可是都没有人下。
那个对不准。好上，好上次坐上，刚刚那一次我好像也是一上来偏左。你看这样很像回转寿司，就是加一班学生，然后左边站的那一排要自己测测测爬上去，然后说好，最后一个轮到你了，下来，然后教练在下面指挥，然后说好，下一个，那是不是像回转寿司？这样他可以一次教两件事，好，测着爬上去跟。跟八字杀好下来，那我就觉得你刚这样，我排队我会怀疑我自己比较像插队。不是他在让我，他我又不是一个人坐，那我会看，我在考虑到底是我要在说要不要让，还是让回去，还是怎样？我看到你来，我就进一个缸，我就抓紧、啊。我想说这样会不会像插队？不是啊。因为横竖都只是站了一排位置啊，判断这样。而且我站在那，我是横插在那边，我只是站在那，我没有要插进去，我在等他说这样这样。不过后面那个人他好像只有一个人坐，他是不想让。好像天气变好了。不想让我跟他一起坐还是这样？等一下下车检查他是不是一个人坐，我觉得好像是，可是他好像跟前面的小孩子讲，要赶快拿包360出来了。可以啊，因为天气终于变好了，谢谢，拦着拦着。要现在拿吗？我是想说现在是在滑是红线，上次走过的红线，是简单的，所以你可以这时候就拿出来了。但是到了站我再拿好了。好啊好啊。真的温度是上升的，雪现在照着上升滑掉。背好痒，你有看过那个熊的影片吗？对，是熊双手张开，然后背好痒，而且绕圈圈，对不对？绕树吗？对啊，就是插这边，然后要插到右边去，又插到左边去，所以这根树好像都被他插过了。到底是痒还是要放气味？